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伊登，那个卖房的小郑，今天要带你们看一个投资自住两相宜的duplex， 这个是在 City of Rosemead， 在罗士米的一个投资房。那这个房子现在还没有上市，如果你们对这个房子有兴趣的话，赶快联络我。这个房子呢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，前面是三房两浴一层楼，后面是两房两浴两层楼的房子。那总面积呢是2200平方英尺，它的占地是差不多接近7000平方英尺。这样子的房子非常适合两个家庭住在一起，或者是全部出租当做你的收租房，也或者是你住一栋，另外一栋让别人帮你付你的房贷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看这个漂亮的房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房子的外观。刚刚看到前面有一个自动铁门的部分，那房子下次见了。